谢谢你的订阅。挑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做。第五个月开始有订阅之舞吗？对，这次真的是空的了。哇，真的好曝哦！到底为什么？我只要一前进就会很曝哎。应该是因为 我衣服颜色太深。今天的地瓜球，因为那个地瓜会太大条，然后我妈妈的都是小条的。哎呦，对焦对到它，我看起来就正常多。没道理啊，它颜色明就跟我差不多，为什么它对焦颜色这么好看啊，我人就变这样。看这地瓜才是主角哎、欸、我只能当背景，我的天，我去换个衣服试试看，但是不用期待太多，一定是包很紧的。有吧，这样应该就好多了吧。我们要先来教训地瓜，把地瓜洗一洗了。我们要先把地瓜削皮，然后送它进去电锅。送进电锅。地瓜粉怎么这么难塞啊？这东西是正常的吗？因为地瓜粉的颗粒比较大，你可能要用压的。嗯，好。这个沙沙的声音好像很好睡哦，最最最。好好，剩下这几颗就去死吧。弄到也不想弄，因为没有事情，所以我们来切一下芭乐丝好了。白痴哦，我的地瓜早就好了，我还在这边吃芭乐。好了，我的地瓜出炉了，我现在要趁热加入地瓜粉搅拌。好烫，好懒得拿东西哦，很想直接剥，可是好烫。快点下来，好、哦，可以，趁热加地瓜粉下去。我好像差不多要把手伸进去，把它搓成长条了。为什么我觉得它做起来不像是可以搓成长条的？哦，可以啦，地瓜有粘性，所以搓成长条的好像是可以的。好像在自欺欺人，感觉会失败耶，它好像炸下去它就会支离破碎。第一颗的时候可能就要来看一下乐不乐观，地瓜还有吗？没了。如果它等一下散掉的话，是这样是渣渣吃渣渣了。好想下去拿地瓜哦，去夜市买现成的。哎呦哎呦，哇，你们这个小脑袋瓜动得真快。我是不是要收下这个我妈拿？大家等我去拿地瓜，很快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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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是真的可以来吃芭乐。你刚刚看到去年我青涩的样子，我去年穿水手服的时候真的长得很青涩哎。他们觉得你越来越不纯了，这一批。我有吗？好纯啊，好纯啊！天哪，去年的我长这样哎，还好吧，还是同一个人好不好？我去年这个脚，哇哇哇，再这样一点，再这样。谁？是谁？哦，谢谢马胖菲菲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你的订阅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你里面穿黑色安全裤有什么好看的？没有，泽清，我很讨厌穿安全裤，直接讲出来。为什么这地瓜这么硬啊？是不是没有熟？我地瓜超硬的，干！我要把地瓜捡起来了，烦都烦死了，地瓜到底想怎样？好烫哦，直接用手拿盘子哦。人生怎么该这么不顺
简单呢？应该很有趣，可是不简单。我以前长得好可爱哦，我自己都快受不了。我去年长得超蠢的，真的好蠢哦。我要来抽抽看它真的了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真低了真低了。假扮假扮假扮。好像有那么点可以成团哦。原来地瓜球这么难做，我觉得是因为自己第一次做抓不准那个比例，因为他那个讲的超笼统，他说两颗大的地瓜，他没有问说那地瓜有几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把它弄成长条状。这是在做速度模型吗？找什么？没有要发车。你看，我先把它们搓长了。然后等等再来塑它们，这样好短哦。姐姐安安来聊天。恶心。我姐叫穿睡衣。我刚刚有看到姐姐的睡衣很勾锥。很勾锥。你要不要开始煎了？请问130到150的油，我要怎么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判断？拿一点点粉丢下去，看会不会浮在油上面跳舞就好。哦，好啊。噔噔噔噔噔。你不先剥成一小颗一小颗的吗？哦，原来要先剥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可以看粉会不会在上面跳舞？它只有补哦，就这样哎，它只有补哦，它没有跳舞。好了，我要先丢一颗了。可是它好像没什么回弹嘞。有有有，它弹起来了，它弹起来了。它长得好高锥，它应该好了，它应该好了。是吗？它好了吗？它长这样，好丸子。你拉里面都生的？哦，真的假的？还是生的？哦，它卡在后面。哦，压太大力了。哦，这个油温是不是有点高？它黑掉了。可以把镜头往油锅放，妈，我们想看它跳舞。可以，等我一下哦。你另一面黑掉了啦，压压压压，这样应该有头吧？这样晃蠢啊！哦，忘记利用开错油烟机了，忘记了啦，忘记了，完蛋了。长这样，哎，这波很漂亮，这波很漂亮。好了，我要起锅了。有没有这次的？有没有这个相比，哪个是成功，哪个是失败，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出来。我再炸一小条好了。我越来越会控制温度了。好了，我起来了，起锅，起锅，起锅！给你们看对比照，两个颜色，会好喝的。叫我姐吃，我姐说是好吃的。嗯。终于。真的好像乖乖哦，哦被你讲一个也太像了吧！我前面炸了变酱哎，这是第四次炸出来就变酱了。好了，你妈帮我拍照了。不要委屈你要腿，还这样挑啊？然后还要很老实把这个脱掉。要腿腿哎！靠，有求必应，我们要酱。下次我的糖要多一点。
这样会比较好吃一点，再好吃一点。你们真的要听这个声音吗？鸡花球超好吃的，鸡花球就是你会无意间一颗接着一颗。给你哥说是花之丸。好啦，其实这是油条，好像哦。今天做的地瓜球很可爱，顶够军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